高考已经结束，中考即将来临。人气组合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已全面闭关备战中考。作为好兄弟的王俊凯王源特别以一首翻唱自牛奶咖啡组合的《明天你好》为他隔空加油打气，同时祝励所有备战中考的学子旗开得胜，也祝福所有毕业的人们明天会更好。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那模糊的肩膀，越奔跑越渺小。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。只是那个夜晚，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。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。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。是什么？值得一提的是，2015年总共有942万考生刚经历完高考，699万大学生即将毕业，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毕业季，预示着各自将迈入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接着面对新的挑战。如歌词“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”所诉一样，每个人互相挥别后都去放飞自己的梦想。某个老师们祝福所有学子明天会更好。报道。已经结束，中考即将来临。人气组合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已全面闭关备战中考。作为好兄弟的王俊凯王源特别以一首翻唱自牛奶咖啡组合的《明天你好》为他隔空加油打气，同时祝励所有备战中考的学子旗开得胜，也祝福所有毕业的人们明天会更好。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那模糊的肩膀，越奔跑越渺小。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。只是那个夜晚，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。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。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。明天是什么？值得一提的是，2015年总共有942万考生刚经历完高考，699万大学生即将毕业，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毕业季，预示着各自将迈入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接着面对新的挑战。如歌词“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”所诉一样，每个人互相挥别后都去放飞自己的梦想。某个老师们祝福所有学子明天会更好。报道。